八爪鱼和虾搞一块儿是吧？在一秒过吗？那没办法，那真没办法，因为一些事情知道吧？没办法，等会儿拿个垃圾桶过来，搞个垃圾袋过来。田螺肉多厚啊？怎么可能一起啊？哦，田螺肉要厚一些吗？搞个垃圾袋过来呗，给它装上。吃虾刺身啊，可以啊。过到哪儿？来来来，你刷，刷刷刷刷，我他妈要的，我给你刺一个。来，你刷，你刷嘛，没事，刷刷刷。但是我人头没有啊，兄弟们，凑点人头。凑个三个人头，来三个人，一个人来个那个，一个人来一个那个什么的，来一个1毛钱礼物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刺一个。他妈这个螺刺不了，我操，虾可以刺，螺刺不了。这虾能活的呀？他他妈是活的，我操！我可以给你刺个虾，没啥问题。这得加点酱油，是不是？谢谢剑锋，还差两个人，再来两人，来个人头，兄弟们。我给你们刺一个，这也没啥问题。别慌嘛，加点酱油不？没味儿，不好吃呀！我操，田螺嘛，吃个蛋蛋吃，他妈牙都崩没了，田螺呢？还差两个人，再来两个人刷个1毛钱，兄弟们，能加味儿吗？啊，能加个味儿吗？这个啊，这不加味儿不好吃呀！我操，加个醋呗。醋加的好吃一些，这一般这他妈这有细菌的逼玩意儿，你知道吧？随你吧，可以。加个东西蘸一下，蘸个鸡吧，蘸。还挺好吃的，说实话。但是，RE 来了，阿坤好呀，有点怪的味道，真的。送你们一个大蒜吧。那不是好吃，是他妈的。吃到后面有点怪，你知道吧？有点像年糕、粘稠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样没那么好吃，说实话。来个1毛钱礼物，兄弟们，还差一个人头，3星就过了，好吧？吃完了，没那么好吃，真没那么好吃，一般般。味道就那么回事吧。吃成八爪鱼吗？八爪鱼不吃，八爪鱼太大了，他妈那不吃，那太大了。非常我那续盆嘛，兄弟们，哎，来个人送个1毛钱礼物呗，送个1毛钱的吧，那任务过了，还差个1毛钱。涵涵，你送过了没用了，知道吧？田螺寄生虫太多了，那太多了。那他妈吃不了，那吃了把人吃没了，对吧？得嘞，过了，青藤谢谢啊。你昨晚上送的呀？不好吃，那虾不好吃。他们那儿有人，像这边很多吃那种刺身的虾，他是把虾拿来弄那个啥的，他拿来生腌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加上什么高度白酒啥的，反正拿来生腌。我觉得没那么好吃，有一说一啊，味儿比较怪，知道吧？1分14只嘛，你来吃吧，兄弟，他喵的！小米辣搞点儿，倩倩来了呀，吃饭了没？倩倩，倩倩，这小米辣好他妈长啊，你看。
嘎嘎长的小米辣，比86还长，我操！就是你是不是长这样的，带钩的呀？是不是？啊？就是你那玩意儿长带钩的，我告诉你，对方老幸福了，真的。还活的吗？虾肯定是活的呀。那边虾便宜，你知道吧？嘎嘎便宜，就这虾才27、3块一斤，真的，比我们那边便宜太多了，真的，有一说一啊。我们那边多贵啊，对吧？这他妈，我感觉他这玩意儿冰都已经塌下来了呢。这他妈的，应该不会塌。那是畸形吧？我试听还没过，辣椒2根100嘛，不吃吃不下，兄弟，太他妈辣了，那个真的辣，太辣了，兄弟。以前他叫我吃的是100一根，现在降价了50一根了，那太辣了。我一共接过3根还是4根辣椒，其实也还好，但是主要看你嚼不嚼碎。嚼碎了就难受，你不嚼碎就没那么难受。有一说一啊，搞得在招骡子嘛，招他的呀，那跟你跟我也没关系。搞得最近不是搞那个嘛，好像说最近哦，对，他想找跟人一块儿播，这种飞上150根啊，真的吗？没事，等他多吃点，飞上150根，等他多吃一点。挣钱嘛，长挣嘛。我操，这刀是这样的，这是那大皮刀，这是大皮刀。你看看，就大飞啊，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涵涵，我还弄个啥东西呢？他下播了呀，这么早就下播了呀？拿根烟过来，抽根烟，抽根烟。拿根烟过来，飞机那吃饱下播了呀？他今儿个挣钱了是吧？抽这个吧，拿包烟，手机揣着，然后把这个充电宝拿过去，到那边去做菜去了。走了，主要是要把手机电充上，别等会儿手机没电了。哎，算了，不拿充电宝，拿这个吧，这个输液线比较长，那边刚好合适，能够搂得上去。2016你好呀，这边应该有一个插线板，我看看啊，这儿，我操，它这里面有啊，这是保险盒的吗？这里能插电啊？我试一试呀。为啥他家保险盒里会有这个玩意儿呢？这能用吗？这个兄弟们，应该能用吧？看看，啊，不能用，兄弟们。这两根辣椒13块钱有，罗喉不会赚钱吗？这个辣椒大，叔弟，他们要的这个辣椒一根顶几根？你看这多长呀？你看这多长，是不是？这好长，我的中指起码有7厘米、8厘米。你看这辣椒弄个长，差不多和老王一样长。别乱说，哈哈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一脸的跟我一样长。这个大的辣椒不是小的，全大的。今天这个。小的可以知道吗？他们要的跟我差不多，我当你们个猴子。这辣椒不大吗？这不像魔鬼辣吗？就是辣椒呀，反正。他这插线板是哪个？他瞄的是哪个弄进去吗？好了，亮了。好了，插这儿。是吧？插上，充上了没啊？啊，充上了。但是这个好短，说实话，真的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短，短了那么一截儿。非常说你有6厘米吗？我只有5厘米，我哪来的6厘米啊？我他妈没有，我自由嘉宾切了，兄弟。
等会儿我这拿个烟过来。哎，我刚不应该赠送那大蒜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刚那大蒜吃的很不舒服，有一说一。那他妈那个虾倒没什么，那个大蒜吃了不舒服，有一说一啊，真的。大蒜吃着吧，心辣着的，我感觉，嘎嘎辣。我把洋葱切了，我这儿还有小米辣，这一大袋子，买了一大堆。小葱切了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开始那啥了。我干脆把这大嘴刀给它洗了，要不？哒哒哒哒，吃两根辣椒压压惊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这有啥呢？小问题，不嚼碎就可以，就是不嚼得太碎就没啥问题。不嚼太碎，给你干两根大的没问题。这刀不行，哎，我想用这刀，这房东用过的这个，他们说的破伤风之刃，我想用破伤风之刃把它洗一下。这刀他妈的砍过啥呀？这能不能用啊？这刀是吧？快倒挺快的，有一说一啊，但是刀有点恶心，看着。真的有点恶心，不行，这他妈太恶心了，接受不了。摸一下呀，我觉得接受不了，那刀太恶心了，那刀算了，不用他那刀，他那刀用的不行。嗯，不能用了，那刀肯定不能用，但那刀估计放久了，放太久了，用这个吧，明天那刀到了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边买海鲜很便宜，真的。我看大叔之前生炫那个八爪鱼，我没炫过，真的。等我们到菜场去直播，我们去炫一个呢，感觉挺牛逼的，说实话。以前大叔不是一根八爪鱼直接放嘴里就吃了吗？对吧？这都什么螺呀？丁螺、田螺、丁螺、田螺、八爪鱼，吸我一下。就这么多了，今天。超管为啥来了呢？请免出现涉及性话题，没有聊什么呀，聊八爪鱼呢，大哥。聊八爪鱼你都能警告呀，我操你太行了吧，大哥。八爪鱼算是性话题吗？你在逗我吧，超管。我说聊八爪鱼，他说我们聊性话题，你知道吧？八爪鱼不挺正常的吗？人家这个是拿水果刀，你知道吧？这刀他就不是拿来切这逼玩意儿的，只能将就了。嗯，还拉九少下水是吧？九少，你真订机票没订呀？啊？我昨儿叫他，我说你把你的机票的那个订的那个图给我看看，知道吧？然后二九少他畏畏缩缩的又不给我看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九少估计没订机票，八成没订机票。九少估计吹牛逼的，九少你啥时候能像我一样洒脱呀？他们要的说走就走，对不对？九少一天畏畏缩缩的，在那吹牛逼，嘎嘎吹。我给他订的吧，那你给我看看呢，涵涵，你把机票发给我看看呢，我瞅瞅呢。我不信他飞过去了，别没飞。哎呀，大蒜那大蒜不用切了，等会儿蒜焖直接焖就行了。为什么给你看啊？我瞅瞅嘛，我都给他看，他为啥不给我看呢？让我们这帮好兄弟也感受一下。感受一下网恋奔现，对不对？
感受一下啥感觉。这辣椒是真他喵的长，又长又大。我要把这上面的都闷了，我感觉我要死在这儿，真的。八成下半夜就给你们厕所直播得了，隐私权嘛，懂不懂啊？不懂，没文化，不了解，不清楚，没学过。够了，是吧，九哥？没学过我们，没文化，辣椒不算多吗？而且看起来不太辣嘛。不要看起来，大哥，啥鸡巴玩意儿都看起来。我想想，我在这边来做吧。今天没有锅，只能这么着了。我不能用一盆子去炒菜呗，对吧？哎，老王，你之前怎么停播了呀？之前闲的批报就停播了。这儿来做吧，这边可以做菜。哎，我操！我吃那个辣的了，好不舒服呀，真的。那个药儿骗你们，真不舒服，太难受了。哎，这锅也能炒菜。是吧，这锅也能炒。哦，还有一个螺丝帽呢，这儿。你见过大飞老二没？听说很短吗？短不正常的吗？那该有多长呢？本来就挺短的呀。不吃饭，空腹的后果嘛。嗯，吃那个那大蒜，喉咙管都辣痛了，真的。有一说一啊，兄弟们。嗯，他喵的，这东西也不好弄呀。我得把你们架哪儿去嘛？把你们放这儿吧，放这儿，我先把这拧上去。大飞这么大吧，这么大，就是这儿到这儿差不多，可能有个皮包子要稍微比这个大一点点，但是头呢就差不多就这么大，好吧，我就只能告你们这么多了，因为我看到的状态就那样的，别的我没看到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那东西可能会膨胀，对吧？那具体膨胀到啥程度我不了解。欢迎陈胜。哎，反正就那么回事吧，就那样吧，那不然能咋样呢？长那么大干嘛呀，对不对？长那么大有个屌用啊。他们要的再大还不是一小黑棍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就把油搞过来，兄弟们，炒菜了，兄弟们，用这一炒吧，今天。哎，我操，那辣椒那个逼玩意儿吃了是真难受啊！万一是肉色的呢？啥颜色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嗯。
哒哒哒，嗯嗯嗯嗯嗯，没有味道，没什么，就喉咙不舒服。给那女买么豆瓣来，欢迎时光姐好。我们来做菜吧，兄弟们，好吧。欢迎拿 WFO 好，春夏秋冬好。等会儿啊，把这锅里的水给它擦一下。今天这锅没到，就用这个炒吧，这应该也能炒，问题不是特别大。你们都吃饭都没吃呀？啊，兄弟们，来，你们看看，炒个丁螺，再炒个田螺，然后再鸡尾虾和那个八爪鱼，来一个红焖的。这八爪鱼是活的呀！我操，我以为它死了，喵的，还没死透，这玩意儿还是活的，这东西真没死透，牛啊！星河，好。星河呀，吃饭喽！没吃过活的八爪鱼啊，多少钱一斤啊？40块钱一斤，还好不贵，多点油啊，小心糊锅底嘛。对，这锅没办法，今天用这锅将就呗。你就爱吃丁螺辣的嘛，嗯，丁螺就辣的，八爪鱼才死了，没死透，知道吧？没死透，没死透。进去吧，我看看。哎，这火力你看一下就上来了，但是火力不能太大，因为它这锅没办法，锅不太行。等一下我把它打开，这玩意儿打开啊。OK， 866，你吃饭了没吃？到海边去了吗？对，我到海边去了。先炒个那个吧，炒个田螺吧，先。生姜、大蒜、小米辣。来点那个皮牙子。星河，你吃皮牙子不？啊？草莓你好，这都禁言吗？没有，他是禁言开玩笑的，知道吧？那也是我们的一个哥们儿，一个朋友，禁着他好玩的。哎呀，别禁人家86了，人家好不容易发两弹幕，对不对？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，哈哈。新来的观众他不了解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观众会觉得不开心，知道吧？他不清楚的嘛，我们几个倒挺熟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火力真大呀！我靠，天然气做菜就是舒服，真的，火力嘎嘎大，猛烈的一批。来点这个，来点那底料，倒个半袋吧。好了，够了。不知道可以问啊，上来说话这么难听的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呀，哈哈。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接纳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到吧，来这儿演。等一下，我得把蚝油给它弄开。丁螺跟田螺不一块炒，田螺的肉太厚了，知道吧？丁螺的肉没那么厚，知道吧？蚝油。什么时候吃个牛腩子呀？不吃。鸡精。最近没开口的地儿呢。
你们都吃饭都没吃呀、啊，兄弟们啊！然后再把这个生抽打开，老抽、生抽、料酒。鸡精等会儿再放，不着急。鸡精必须要，没鸡精不好吃。做菜那就得要鸡精，有鸡精才香的嘛，兄弟。没鸡精咋香嘛，对不对？没鸡精那就没那味儿，知道吧？生抽开了 ，OK。螺丝的肉太少了嘛，没关系。先把丁螺放下去。在锅炒的确实不太舒服，说实话，小了一点点。你那等那锅到了就方便了。来点小生抽，听说应该爆炒，没有锅的嘛，兄弟，我也只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来点蚝油 ，OK。信夜雨星空赶礼物。你看我翻菜只能这么翻吗？跟那个火力再开大一点吧。你们买大葱差评吗？有小葱心盒，小葱等一下再放，现在不需要。来点鸡精。够了，在那儿演，够了。幸好我发现这个拌蒜啊，这个拌蒜吃起来要那个一些，有一说一啊，拌蒜吃起来妈的要辣一些。它不像那个独头蒜，我感觉这拌蒜好辣呀！加点水下去，一丢丢。OK， 等它把水煮干就行。没有寄生虫。好了，等它煮吧。煮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倒点小葱。你们都饿不饿呀？啊？星河。呵呵，你多久才发财啊？我这等你的骑士等的花儿都谢了，兄弟，我的花儿都又谢了又开了，哥们儿，你的骑士多久才能够出现呢，兄弟呀？啊，大兄弟，好了，就这么着吧。差不多行了，没熟。我现在这丁螺多来一会儿，多来一会儿，再得多来一会儿。再没熟吃了对身体不好，知道吧？多来一会儿。炒锅明天到，兄弟们，明天到。今天先将就用这个，没办法。明天炒锅到了，炒菜就方便了，知道吧？今天是实在没办法，所以说才用的这个。他锅买了，不知道发哪儿去了，他喵的！但是挺香的，有一说一，嘎嘎香，加点葱进去，把味儿再给它提一下。炒螺丝一定要放啤酒吗？不用啊，为啥要放啤酒呢？谁告诉你要放啤酒？放料酒不是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
这东西多煮一会儿，这东西有寄生虫，知道吧？它不像你吃的别的玩意儿，别的玩意儿咋炒都可以。田螺等会儿炒另外一锅，田螺肉比较厚，知道吧？田螺肉比较厚，如果一锅的话，它火力跟不上，也不是跟不上吧，就是可能说那丁螺都熟透了，你知道吧？田螺还没熟，但是料酒吧，好吧，应你们的意吧，加一点点吧。放了啤酒有味道吗？我加了料酒进去的，料酒也一样的。幺二三来了，欢迎名字呀，大水你好，老王认识隔壁老王吗？不认识。放啤酒就不用放吗？啤酒比尿酒好吗？我家里没有啤酒，这没有啤酒的吗？哎，尿酒也不错了，有的放就行了，好吃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都闻到尿酒的味儿了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尿酒的香味已经滋出来了。果然妈是尿骚味儿！求生啊，水生食材都是放啤酒，包括鸭子、大鹅嘛，这样嘛，恐龙。你先把田螺焯个水吧。田螺焯水干嘛呀，星河？这是谁呀？加我好友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我开了油烟机啊，开了，开了。时间你好。我发现星河这个必救特别喜欢吃什么螺呀、海鲜呐、啊，你为啥特别喜欢吃这些玩意儿呢，兄弟啊？我发现你个逼不爱吃那种猪肉啊什么的，你就爱吃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我以前烤鸡，星河说不吃，他说我们中国从来不吃鸡，他说鸡不好吃。那我说你要吃啥？他猪肉可以吗？他不吃，他猪蹄可以。你吃东西好奇怪啊，真的。老王是不是跟丁螺一样是尖的呀？对，我是尖的，我操，我嘎嘎尖，我老尖了，九少，我都尖透了。他喜欢吃海鲜，知道吧？特别喜欢吃海鲜，他觉得海鲜好吃，知道吧？来掐烟呗，兄弟们，先来这个抽过吗？大力裙，大裙子，你是不是跟那小米辣一样细呀、啊？嗯，对，兄弟，是的。你说的对，对对对。你看那虾还没死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还活的，看到没？嗯。我只有这锅，现在兄弟，我现在只有这锅。抽不起吗？真的假的呀？抽不起，他喵的！你就吹吧，天天的。熟了没啊，兄弟们？丁螺煮多久啊？丁螺炒多久啊？熟了没熟，兄弟们？熟了跟我说一下呗。我对这个不了解，真的。有一说一，没咋做过这种菜啊。丁螺熟了没熟啊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个需要炒多久啊？有没有有经验的兄弟啊？穿越你好，已经熟了是吧？熟了没熟啊？已经做了，可能有煮了有七八分钟了，再炒肉就没了是吧？好，那得嘞 ，OK， 好了是吧？好，螺蛳粉不会做，那真不会，那也没办法，那我做不了，那专业的。肉要缩水是吧？那熟了呗，那就可以那啥了呗。给出锅了呗，那就给它出锅装盘。可以吧？没啥毛病吧 ？O 不 OK？ Nice 不 Nice？ 倩倩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帅不帅？哎，专业的我做菜的呢。给你们吹牛逼的，嗯嗯嗯嗯嗯，狗都不吃吗？我他喵的做好了，你吃不到，他喵的狗都不吃，吃不到就吃不到嘛。老王做饭真的牛啊，尝都不尝一下，真的就狗都不吃吗？
他不用尝，我自己知道我放了啥东西啊，我能感觉出它啥味道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放旁边，然后我们把田螺做了，好吧？田螺做了，把八爪鱼跟大虾搞一块儿去，搞完了我们就恰饭，好吧，兄弟们？呀，你们吃不到的，喵的狗都不吃，他吃不到一天的说这种话，过分。来点油，噔噔噔噔噔。